OK， 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我大炮啊。今天的话，又是一个剑会的一个单挑赛，星期三剑会单挑赛啊。我们来看一下粉丝，玩剑会单挑赛，看一下一个积分的一个情况。天启的话，我们已经排不赛名次了，好吧？已经排不赛名次了。我们看一下全部门派，天启第一名的话，1445分，翻寸啊，也是来自一个翻寸。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自己啊，我们自己排名已经排不到了，1289分，排名第五名。今天的话也是整体的把装备硬件都更新了一下，跟兄弟们汇报一下情况啊，给兄弟们看一下我们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宝宝今天的一个配置。你们说我们今天能不能炮哥亲自操作一波，把分段直接不说打到第一，打到对不对，打到前面应该没有问题吧。今天给兄弟们先介绍我们宝宝参赛运动员，好吧？参赛运动员的话要这样介绍比较有排面。 OK， 我们这样的话给兄弟们介绍一下炮哥这边的话，今天带的一些宝宝参赛运动员，就这样的话兄弟们看起来会比较猛一些，你知道吗？ OK， 我们首发的第一位运动员名字叫做抖音人间大炮。抖音人间大炮是哪个？是这个啊，这个对吧？这边是一个宁润的一个宝宝，宁润的一个高年宝宝。我们先来修 time 看一下他的这个伤害，好吧？这边的话没有出发，宁润先来修 time 一下，两千伤害还可以，对吧？第一个宝宝出完之后的话，再给兄弟们修 time 一个159第一小孩，159第一小孩，好吧？第二回合给兄弟们修 time 一个小孩 ，OK， 对吧？伤害也还可以，没关系，兄弟们，再来给兄弟们看一下第三号今晚陪伴炮哥的参赛运动员，出其不意，一次大鸟，是吧？帅不帅，兄弟们 ？OK， 秒 glass 啊，5000多的烧，第四名运动员还是出其不意的顺法须弥，来，今天晚上就是给你一波须弥大阵给你吃的，兄弟们，好吧？然后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五位陪伴炮哥一起参赛的运动员，好吧，出其不意三，对不对？就这么豪华，对吧？就是须弥从头冲到尾，我跟你说没花招。 OK， 第六位参赛运动员，对吧？只能带八个宝啊，第六位参赛运动员，好吧，对吧？就这宝宝，就兄弟们这不能上1400分，我都把手给剁了，兄弟们，好吧。第七位参赛运动员，兄弟们，给兄弟们看一下我的第七位参赛运动员是哪个宝宝呢？还有兄弟们，出其不意，明法，兄弟们，炮哥新研究的新套路，明法拉出来有顺法，有高敏捷，下回还能出手，真的舒服。明法，看见没有？第七位参赛运动员，对不对？有请我们的第八位参赛运动员，就这宝宝这硬件，兄弟们不能打到1400分，真的手都剁了，好吧？还有这么多宝宝没有出，这个宝宝是我们的一个闪现宝宝，这个是肯定是用不了的，好吧？这个是力破，高年力破，开局的时候炮哥要带的，好吧？高年力破这边的话还有，对吧？电风闪的宝宝，对吧？这边还有真风力劈，这边还有瞬击，有请我们瞬击力劈。 OK， 这个宝宝出来，对吧？先来一把瞬击，然后的话我们就是偷偷的加一把灵元，就给我劈。有兄弟们看见没有？炮哥今晚上我跟你说有备而来，所有的单挑宝宝全部就位，好吧？兄弟们觉得说能上多少分，好吧，给炮哥扣在下面，好吧？能上多少分，兄弟们在下面扣一波，行不行？看一下炮哥，你们觉得能上1400分吗？1400分的话，全服现在是排第二，就1450全服排第一。兄弟们觉得炮哥就这一波宝宝配置的话，兄弟们怎么说，对吧？上个第一的话不成问题吧？给兄弟们看一下炮哥仓库里面这宝宝，就是一把豪华配置，就是宝宝多，兄弟们，对吧？这种力破宝宝都不带，对吧？这种什么三个宝宝都没用，不带没有用，对吧？这种什么龟速静态都不带，这种高感知不带没用，对吧？出其不意法宝宝不带没用，力劈不带没用，对吧？ OK， 兄弟们觉得能上1400扣一，不能上1400扣二，好吧？明天的话看一下有什么精彩的视频，好吧？到时候给兄弟们看一下，兄弟们现在互动
互动。今晚上天启第一，必须就是炮哥，好吧？没花招，天启第一，樊准三必须就是炮哥，好吧，兄弟们。